听起来很适合他。在这里待一会儿吧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了。隐藏房间，嘶嘶，仅阮美女士可使用，请出示凭证，嘶嘶。鉴定通过，嘶嘶。选择以下服务：一、历史培育。该功能已损坏。这是。我想到有一种生命形式，足以令我承认其不可捉摸，那就是令史。令史为何物，我不得甚解。学者将其视作星神力量的代性，那么是从何时开始，又是在哪一点上，它变得比其他生命都更接近星神？起初我试图培育一位天才，但我是淡宇宙间的命途，并非只有智识一条。如果抛却理性，在其他当然存在。塔伊兹·玉罗斯，通过模拟宇宙，我得以窥见环宇蝗灾的始末，攫取虫蝗及其子嗣的数据。很合理的判断，我一定会成功。黑塔和罗斯姑母会喜欢这个实验吗？应该不会。所以在他们察觉前，我得加快动作，并寻找一位合适的助手。鉴定通过，嘶嘶。选择以下服务：一、访客记录查询；二、阮梅女士，异界物种，石膏头男人，嘶嘶。好像比之前多了什么。权限开启。是楼上传来的声音。救治的幻影，下一个，四照将至，彼岸葬送。
星星啊，向开拓者们赐予你真正的祝福吧。不抽象，下一个。看来剑还不够快。在这儿，看来这里就是单向通道的另一头。盯了个包，势如疾风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
势如疾风。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谋事在人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小令无救，气冲云霄，只此一剑。卜卦行道，变动不居。势如疾风，上下相依，小令无救，气冲云霄，只此一剑。势如疾风，谋事在人。阴阳变转，气冲云霄。只此一剑，上艮下，六爻六二。远处似乎有个人，是谁？
看，天才的一步棋，你该如何破解？只有白痴才会问这种问题。只要下在这里。你看起来很苦恼，遇到麻烦了。既然如此，自己想办法吧。愣着做什么？你时间很多吗？我看不像。坐电梯下去，你要找的东西就在那里。提问之前不如先想一想，答案是否对你要解决的问题有益。如果没有，最好别问。显然你我的时间都很宝贵。啊，算了，就当做个示范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在为阮梅办事。我本是空间站的访客，误入此地，目睹了他的实验。我的目的大抵和你相同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便不会干涉。可如果你失败，我就会强硬介入，阻止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你知道这些就够了。一共两句话，非常高效的沟通。因为我见不得蠢材，当然他们也不想见我。真正的软煤造物就藏在下方的巨型培养皿中。走吧，顺着这趟电梯，静静见证天才的杰作。
反应历史的复制体，怎么可能？